欢迎回到男熊女熊向前冲节目现场，现在上场的选手是号称熊猫握力一枝花的格格仔，他正在挑战最高难度的单杠上踩轮胎。可以看到格格仔现在四肢并用上了单杠，他正横趴在单杠上，利用四肢的抽搐缓慢地向单杠中心爬去。我说格格仔，你这哪是爬什么单杠啊，这硬是让你做成了一套标准的狗刨分解动作，这完全可以刻成光碟，成为国家游泳队的经典教材啊。格格仔现在死死抱住单杠，仿佛没有要松手的意思，那一副慵懒的样子，不由得让我想起朋友圈里盟主奥雄军趴在海南某沙滩上涂满防晒霜晒后背的模型照片啊。那一脸娇羞的表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格格仔突然扭了下脖子，将自己丰满的臀部高高翘起，然后是一个漂亮的华丽转身，吊挂在了单杠上，向我们完美展示了如何正确分解烤全羊。格格仔突然伸出手试图抓住铁链，但是由于姿势不对，这次尝试失败。格格仔正重新调整自己的身体，格格仔用力过猛，半个身子悬在了半空，好在有麒麟庇护体。格格仔继续调整自己的姿势，但是由于铁链太碍事了，始终没有成功。格格仔再次展现了麒麟臂的惊人威力，下半身再次悬在了半空，并不时的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紧接着又是右脚左脚慢动作重播。这不是单杠项目吗？为什么这动作神似在跳钢管舞劈叉呀？此时格格仔使出了吃盆盆奶的力气，调动麒麟臂所能操控的所有肌肉和反射神经，利用身体的惯性和裆部液压前一般的挤压力，成功夹住了单杠。刚刚摆脱困境的格格仔迅速稳定了下，花了3秒钟利用重力学、空气动力学、流体静力学、牛顿第一二三定律以及引力波对眼前的情况做出了快速分析。格格仔重新调整好自己的身体，虽然轮胎的摆动给他增添了难度，但是格格仔已经掌握了轮胎晃动的频率，凭借过。